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不晓得所有投资朋友有没有收到刘老师办新年老公公、圣诞老公公，好送给大家的这个一波喷出四天就大涨250点，将近300点的行情哈。这盘是格局，今天加权指数创下整个9338越过之后的一个新高之后，好，其实关于这里是多头或者是空头已经非常明白了。加权指数如果可以下一区创下这个四个月以来一个波段高点，你任何从今天之前回去看的每一波认为这盘是格局已经走空的空头言论、空头波形规划，到现在为止今天胜负已决，这盘是格局就是多方轧空一波到顶了哦。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收到刘老师上个礼拜跟大家预告，好，那加权指数其实是一波轧空一波到顶的一个行情。好，那今天收盘已经来到9369点了哦。好，不过这盘是格局，等一下刘老师要跟大家讲了哈，这盘是格局又要变盘了，好，又要变盘了。不论你手上有没有多单，有没有空单，手上有没有股票，或者是买了已经很多有买错股票的，好，你明天一定要稍微去盯一下盘了哈。那怎么变呢？等一下刘老师会跟大家讲。好，但是我认为这个震荡也许是让你去切入最后一个主升段。好，这一波为什么我说周线？加权指数至少目标3至5波，看万点。那我认为很可能目标是10393。好，那这最后如果有一个震荡，很可能是你切入去做多的一个机会了，好不好？不过投资朋友，这个是刘老师上个礼拜，好来，加权指数这里在这四天急涨之前，各种一个空方言论，欧洲爆发了好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攻击，国内爆发禽流感，各种利空消息，好，礼拜一还有这个鸿海要退出台湾投资的这种各种利空言论哈，那空方找到机会就拿各种盘面上面一点小小芝麻碎屑的一个小事，好编出一个瞒天的谎言鬼故事。可是刘老师是这样跟大家报告的哈，我说，因为加权指数其实严格来说，它还是一个三角形的收敛形态。那这种代表多空剧烈的去挤压成本，好，只要有一波胜出，就是轧空喷出一波到顶哦，是轧空喷出一波到顶的行情哈。所以像类似上个礼拜五这个 WXY 来到9130右空最后洗盘的买讯，好，这个是上个礼拜五，我是空手的会员朋友，一口气就40%多单买进哦，好。那你今天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叫 WXY， 就是强势右空整理，行进间换手。好，接下来韩式格局四天会喷出250点，这是9130一口气重压，新进会员没有买了40%。好，来，这个是1月20号，我们这个礼拜二结算前一天，我把一月已经大买50%的多单9240，你全部可以卖在9250以上啦齁。全部市价获利了结，可是这个盘势格局由于轧空盘的结构没有结束。好，你看到昨天外资的筹码是，台指期货大买，现货也大买，由于现货一口气大买172亿，好，融资却是大减。啊，同时在昨天外资的筹码15000口的一个净多单，代表所有的投资朋友大部分手上持的都是台指期货空单嘛。好，我从8826，我从1月6号的低点，我从上个礼拜五低点，我就告诉大家，好，外资是大买的，好，融资是一路减的，这盘是格局就是轧空盘的结构嘛，有一点点就是欺负散户手上的空单嘛，那你没有看到轧空结军的信号之前，这个盘是格局就会酒量向上喷啊，那所以当天又是开盘803点高，你是获利了结，已经实现了930点，可是这盘是格局还没结束。好，赶快全部再去转去二月份的一个多单，提前一天转仓，对不对？好，除了当天收到最高到次高，你的转仓成本还在9250附近，对不对？好，来，今天加权指数台指期货的一个收盘已经来到9388点了。好，这是短四天的期间，你在9130大买，四天的期间差一天，好，差了258点。好，刘老师，其实，在市场上面，我们很不喜欢说啊，这一波累计已经获利了结实现。好，我先跟大家等一下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今天好要把这个9350以上哈，好，如果你刚看到的9250转仓的位置点，今天9350把一半的一个多单全数获利了，这是不是在累积100点的价差？
好，累积到今天为止1030点哈。好，我们等先留两成的多单，等待 QE 变数排除之后，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切入点哈。但是，投资朋友，这个累积已经获利了结，已经实现了1030点。好，刘老师从来不会夸大绩效，一个买跟卖点累积起来有出场了，我们才记一笔。好，绝对不是哦，这一次总共累积1030点，好，然后就直接乘以五，因为五成。好，那这样子才短短一个月就已经赚了5000多点啊。好，梁老师说我们要尽量新进会没有怎么切入，为什么昨天告诉你说期货选择权都还是要加码，今天又加权指数台指期货又是大涨78点。好，这累积已经实现获利了结，加这100点已经是1030点了哈。我们不要去乘以说几倍几倍口数，总之到昨天为止我们还是重压50%多流仓哈。好，包含昨天选择权也是加码，好，今天小赚20%出哈。总之这一口这1030点已经获利了结实现了。好，你乘以200点，这个就是20万的6000元，20万的6000元，会费早就已经4、5年的会费，这短短一个月全部都回来了。好，刘老师每一波的转折都事先跟大家预告的。好，所以好，投资朋友，重点是如果明天盘市格局发生比较剧烈的震荡，好，尤其今天下午欧洲要举行这个 QE， 为什么我认为这里可能是一个短线的变盘点？那等一下跟大家报告哈。但是投资朋友，如果盘市格局有上个礼拜类似9130，好，这种震荡的位置点，是让你好好的下定决心。我们就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掌握盘市格局好的股票，或者是大盘都一样。如果是多头，就是趁着有利空震荡的时候买讯出现，就勇敢赶快进场布局，跟着刘老师领着新年快乐喜洋洋的红包，好不好？好，所以没有时间让大家去懂得买卖点的技术分析的，为什么跟你预告嘎空喷出到顶，4天就喷出258点？那什么叫做 WXY？ 为什么 ABCDE 三角形收敛形态会嘎空喷出一波到顶？那为什么12月17杀到8826？好 ，XABC 又是向上喷出。好，刘老师其实不是 teacher 刘，好，在这边公开教给大家英文，我教给大家都是完完全全跟市场相反的，真正搭配的市场心里面的波浪理论。所以你按照我的决策进场，你就是赚1030点，4天又赚258点。好，所以新进会员朋友，总之你就想办法把刘老师的 DVD 光碟先带到，跟着刘老师掌握这一波行情，我们边赚边学，好吧？好，那我为什么说这里又要变盘了哈？这里又要变盘了。我们先来聊，好，加权指数现阶段短波段的位阶哈。我们刚过说过，9338过已经不可能是空头了。好，9338过已经不可能是空头了。好，但是过了。我们来看一下哈，我先告诉大家，我说的这个53、34的一个转折，这只是极短波的变化，刚好哎，盘势格局，你不得不相信正确的时间波变盘转折对于盘势格局有很重要的影响。好，不过这一次的变盘转折是少数的例外，急速比较大的34的转折，出现在过去这4个月以来相对的一个转折高点哈。好，但是我认为不重要。趋势更重要，因为加权指数，我从8826，我从8501，我从1月6号的低点，我从上个礼拜的低点，我都告诉大家，周线目标至少3万点。好，尤其民国88年台积电攻200的时间点，好，让大盘在隔年，好，民国89年去攻10393。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我为什么认为这样的机会很大哈。那问题是涨到10393又如何？你到底是现在买？9130买，好，9043买，8826买，8501买，还是你去追在9338？有可能极短波是一个短套。好，来，谢波，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好，我为什么说周线35目标至少攻万点？好，首先，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讲台积电。好，这一波其实你已经看到外资陆陆续续目标。都上调到180元，到底有没有凭据？我们等一下来聊哈。但是民国88年台积电领盘攻，率先去冲200这一段，让加权指数隔年的，好，
一开春的时候就攻10393哈。那尤其全球今年都是大选年，你可以看到，好，金管会从新春开红盘，这短短这三个礼拜，已经不晓得丢出了多少政策面上面即将在中下半年松绑的这个讯息。如果是松绑出来资金全部转入股市，那加权指数未来一定会放出成交量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8900亿的成交量，加权指数是真正的头部区。好，我也跟大家预告过了，周线8000亿元成交量，才可能是初步的大盘真的是一个多头最后尾端的一个警讯。那现在成交量是多少？好，再来低油低盐主升段好健康，这个刘老师已经跟大家讲很久了哈。好，那所以说这个盘势格局，好，这个已经是获利了结，已经实现了1030点哈。我们现在只是留20%的多单。那刚好明天是5天、13天、34天的变盘转折，而且大盘今天有点收出流星线了哈。那我们刚好等待 QE 的变数排除之后，我们再扩大布局。好，投资朋友，来，我们看一下日线图的这个格局哦。来，这个是加权指数的日线图，好，我们把它放大。好，那刘老师一直告诉大家，正确的时间波的变盘转折的算法是什么？你一定要相信，因为你把这个正确的一个变盘转折，为什么刘老师跟你预告变盘转折，每次都命中？好，因为正确的变盘转折方法，我们一直教大家是说，好，为什么是隔日开始起算？而且如果重叠的数目越多，一定出现大幅度的震荡。好，震荡不必怕，如果明天是震荡转折低，不是最后切入做多的机会。好，可是反而明天如果才是34天的一个变盘转折高，那它交代高点很可能是一个短波盘势格局变化的卖点。好，所以交代最强的交代高点的不一定是买点，好，它可能反而会是向下变盘。那到底正确的计算变盘转折是如何？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日线图的格局。来，从今天开始，来1、2、3、4、5，是不是刚好是这个9109起涨点？6、7、8、9、10、11、12、13天刚好是这个变盘转折低点，好。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好，9251。好，所以明天才是正式的变盘转折点，明天才是正式的变盘转折点。好，所以明天的早上盘势格局又搭配了有比较大的急速，所以这个就是刘老师跟大家为什么要事先去提醒你说，明天盘势格局你要盯一下。好，明天盘势格局你要盯一下。好，那到底是大震荡剧烈长红长黑，震荡完直接往上，还是交代变盘转折低点是买点，还是交代变盘转折高是卖点？你都不用猜这3、4种变化，明天9:15开盘八法的讯号出现了之后，刘老师第一个时间可以切入，我绝对带你进场做多，好吧？好，那所以这个盘势格局，今天我们会持续盯盘。好，可是投资朋友，为什么刘老师跟大家预告？来，这个是1月16号的9130。好，三角压缩形态会轧空喷出一波到顶。为什么刘老师在上个礼拜五的时间点告诉我的会员朋友说，1月16号？加权指数开高震荡走低，150点长黑，放量1139亿元。好，我说闹够了没？好，该我多头发球了哈。礼拜尾盘指令重压买到满。好，8826上涨到9338，回档0.382，是不是守得非常稳健，连破都没有破？我给了空方时间编出各种荒诞的理由，包含原油崩盘，包含美股长黑回撤，包含能源基金、美国股市、美银，或者是说大摩的一个向下震荡走低，当天是重挫5%。国内还有禽流感，还有红海撤资的消息，欧洲的恐怖攻击，各种利空消息。但是我给你10天的时间，让你放出各种空方理由去灌压。你这0.382成值到现在为止 ，WXY 交代变盘转折低。好，这个位置点，礼拜五的时间点，请问有没有破？
好，9338到8826，好，是不是如同跟大家预告的，轧空喷出，结算到最高点？好，那所以这其实是有方法、有分析工具。大盘是如此，个股也会是同样的分析脉络跟逻辑。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波段走势来，好，投资朋友。选举完之后，所有人都告诉你说，这个盘势格局，投信跟外资说，这盘势格局直接攻9800了，变数排除直接攻，对不对？廖是不是告诉大家，双压要空，先空这150点向下急杀？好，你杀到这里再买嘛，而且两天之后还有个时间变盘转折，你不要买满，先买基本持股20%嘛。压8826，重压大买到50%嘛，轧空喷出。为什么这里获利了结，高档区做出一个双压，要这个吊人线空头反转讯，然后这一组 K 线叫做乌云罩顶，你要从这里先空一个，好，这个就150点的下杀，你这里再买吗？为什么这里买进，这里买进就轧空喷出一波到顶？好，可是你看的所有市场媒体和分析的言论，都是刚好反过来啊，吼。所以明天这个盘势格局真的有利空，是投资朋友你最后一个切入进场布局的机会。好，来杀到这里，周 K 200均，所有葛兰碧八大法则，所有均线翻空，手绑起来，任何反弹皆空点，空下去。好，喷出到最高点，空单停损，反手全部做多，就直接向下急杀。等到8826又告诉你说外资又重卖180亿，从这里又轧空一波到底。新春开红盘，外资又开始调高平等，告诉你，刘老师告诉你说，吊人线乌云罩顶，先往下杀，又往下杀，买进去之后，三角形收敛形态，按照我们规划，又轧空喷出一波到底，没有太大的意外。今天所有媒体又告诉你说，这盘势的格局完全 OK 了。好，所以相信刘老师，永远那个市场反心理的操作哈，我们顺势操作赚最快。问题是这个势怎么变化？你怎么定调嘞？不是你说了算，不是媒体说了算，是独孤九剑每一个技术分析不同的位阶说了才算，好不好？好，所以下半段回来，刘老师会从台积电跟他报告，是说，好，投资朋友剩下16个交易日，好，就要封关了哈。啊，这16天如果有任何交易，可以类似这4天再赚258点的机会，刘老师绝对带他出手。好，每一波重压变盘转折低，去喷出17根涨停板的机会，刘老师绝对会带大家出手。好，可是这盘四个局，如果变盘转折出现了，它代表股票也要变盘了。好，哪些股票有可能变盘性要主跌段，是你优先要把股票资金撤出来的。你要把资金进场布局，类似喜羊羊1号到4号，为什么他们都喷出这个礼拜创波段新高？好，所以。投资朋友，好，刘老师为了回馈给大家哈，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专案哈，叫做限时的10393专案。好，我已经预告四个月，如果过9593，我就要涨价了哈。那为什么我说这10393很重要，以及啊我们的专案内容10393的内容到底是如何？你可以直接洽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好不好？休息两分钟之后再回来。板桥三字头，机会不再有，全民买得起的超级城市 Super Two。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顾得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顾得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顾得投顾。哎，秦先生，拍谁啊？站你一下。哎，你刚才不是才去过？阿嫂唔知影有人介绍伊上澳村的粉是水的。啊，就迄啊，古稀市场的阿良介绍的啊。大哥，来路不明的烟很多是走私的，运送过程中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质会变差。没有检验的烟，加油、尼古丁都很有可能超量，而且啊，还逃漏烟酒税以及健康福利捐。花田一，祝健康，不去买私业烟。好了，我们现场。那既然上半段已经跟大家预告，我认为这一波的多头向上趋势，其实不会因为这个短线的时间波一个转折哈，那出现太大的变化，所以很可能是类股次族群内行非常明显的变化哈。所以过去这种转折点，刘老师都会跟大家预告说，原则上面我们就找低基期向上变盘转折的。好，比如说昨天跟大家预告鸿海的短波，它刚好从103块钱，好，这是还原全息哈。刚好是21周的变盘转折低，1、2、3、4、5、6、7、8，刚好5、8、21的变盘转折，而且周线从下个礼拜开始连续扣击9周的低值，周 K D 有机会背离之后黄金向上交叉哈。啊，所以现在做股票很简单，你找哪些有机会低基期向上变盘主升段？好，昨天第一个 K D 值黄金交叉也是 R S V 扣底值的关系哈。那鸿海如果会涨，其实我认为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苹果概念股来做一个布局，它的一个空间速度更快。啊，这个台积电今天平了142，代表不可能是空头，好，但是今天的价位控得很漂亮，今天没有创下整个还原前期之后历史新高，好，因为今天也刚好要搭配时间波变成转折了嘛，好，但是任何震荡下压，我认为都是一个量缩向上的加码点，你买在这里10张是赚10万。你买在这里是套10万，现在等解套，买卖点也很重要，好吧？那为什么台积电刘老师说今年机会很大？好，这个是1月15号法说会回来，我们当天就告诉大家急弹向上，好，隔天直接开涨停。来，今年的第一季的 EPS 很可能叫去年的 YOY 直接年增大涨183%，今年的台积电，你到底要全年的 EPS 估多少？好，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报告。而且台积电是我们最下，是很多电子组装厂的一个上游。好，以代工来讲，又是 IC 设计的下游。台积电如果爆发，今年有3-5成以上成长，我认为就跟台积电内容相关，上联、下联这些股票，你绝对有办法挑到大涨3-5成一倍的股票。怎么买？好，新的标的已经出来了哈。这是大力光，今天已经来到2625，差15块钱要过2640了哈。好，到底有没有机会实现外资看3000呢？好，不过10月17号的时候，刘老师就跟大家预告杀回来2000。好，3000、3500，势所当然。好，那怎么看呢？好，主流 K 线宏达电今天已经出现双压要空的一个讯号了。好，你如果量缩利空买，你是大赚这个，从120到现在为止，这个是赚30块钱啊。好，3天全利多买了就不涨了哈。但是刘老师要你，请你把资金转到的新年礼物。如果你把宏达电的资金退出来，这里做一个最后加码，3天的时间。好，我们今天在277块钱把加码多单出掉，3天就是赚20块。那如果你在这235块钱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赚40万。好，那为什么要利空买？利多的时间买，利空这个加码点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机会吗？好，那时间非常有限哈，有时间刘老师再跟他报告后续盘势格局。总之，我们会紧盯着这急速比较大一个变盘转折。
我认为这里是一波一个获利机会，好吧？剩下16天，刘老师如同2015年第一天给自己操盘室要去遵守原则，我们全力抢绩效，顺势操作，赚最快。好，那这是限时1093的内容，你直接洽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预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明天再见。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多年来，我在台湾透过旅行，观察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看到了这块土地上人们为永续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让资源不在我们这世代耗尽，迈向绿色永续未来。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获得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这是我们的台湾，我们唯一的家。让我们停止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浩劫，重建并恢复我们的土地。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 新特区，细致新地标，南港下一站大细致经贸园区，捷运300米，双铁共有圈，小资成家首选，金砖一至三房，捷运造镇网，制产新亮点。新捷运8642-1155。